台而做七次供水的功德啊，两个做十四次太容易了。但是我各位希望，如果你你们工厂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台，你用倒了一杯清水给它供在那边。那不会想吗？我要给你没有神像，你用想的佛在你心里哦啊。然后供完以后，这杯水你先不要喝，窗户外面水沟把它倒出去，好不好？供完以后给那些孤魂野鬼喝。 孤魂野鬼叫燕口鬼，各位听过穆建年救母吗？穆建年的妈妈做鬼，为什么做鬼？在世的时候家里很有钱，毁谤三宝，叫人卖报施，不要供养出家人，不要帮助穷人。他骂他的儿子这样。后来穆建年出家了，出家以后有神通了。哎呦，我妈妈在哪里？哇，做恶鬼啊！做恶鬼以后，穆建年用神通把一碗饭菜拿给他妈妈，他妈妈嘴巴一打开就吐火了。这个叫。 咽口鬼，咽口鬼呢，就是面然大事一肚子饿就会吐火。所以我在这边告诉各位，晚上吃饭的时候啊，碗筷不要出声音。你晚上吃饭碗筷锵，外面的鬼就吐火，把都咬。所以那那个时候，穆建莲用神通给他妈妈，他妈妈说嘴巴吐的火更多，烧了整个脸。穆建莲吓坏了。 赶快飞回来找佛陀,佛陀、啊，佛陀啊，我已经神通了。我妈妈做鬼一点帮忙，但她帮忙都没有。佛陀说：“因为你妈妈在世的时候都不布施的，还叫人家不要布施，所以他现在没有东西吃做鬼。那怎么办？”然后佛陀说：“穆建年啊，七月十五号那一天呢、啊，出家人闭关出来啊，我们供养所有出家人东西吃，把这个功德回向你妈妈。” 你妈妈就可以脱离恶鬼来自升天。那各位很知道哦，如果有人来跟你面客啊，你说哎，给他上开嘴里摆，我要请同学吃，好不好啊？因为我们同学都在闭关，功德很大，大家都在戒毒瘾，等那怕病啊，功德大不大？很大的。那我们布施给他们，然后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堕胎胎儿，回向给生病的妈妈，然后。 什么叫回向？我做这个好事回向布施给对方。我知道女生最孝顺了。如果你妈妈生病了、啊，你没回去看她，自己会很难过。但是你要知道，记下来，一个人会生病有三个理由，一定要背。哎，念一下：业障、鬼神、四大不调。业障是什么？ 你过去杀生啊，吃肉，这个行为叫业，这个业业会卡住你。什么叫鬼神？啊，你抬戏一下抓堕胎，这个冤亲债主会附在你身上，这个叫鬼神。这个有业障跟鬼神，然后呢，身体就变化了。但是医生看到你癌症，马上要给你开刀。佛教啊说最好不要这个开刀，癌细胞你没有忏悔，鬼神还在，它会转移的、哎。 他会跑来跑去的，你反而早死。如果你业障忏除了，鬼神冤亲债主超度了，不开刀也会好，开刀也保证好。各位要背下来，一定要背下来。救人要救自己也要来。业障、鬼神、身心不调，所以各位要改变业障要忏悔。各位，如果你现在生病也好，你先忏悔，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观音菩萨，我忏悔，这样念，或是你念忏悔记 往昔所造诸位也，皆由无始贪嗔痴，重生语意之所生。今对佛前，乃至一切罪障，皆忏悔。问一下，跪下来忏悔以后，然后布施水啊、米啊，回向给身上的冤亲债主，好不好？啊，堕胎胎儿冤亲债主，然后回向他以后，那你会念心经啊、大悲咒啊，你会念玫瑰经啊、妈祖经啊，都可以啦。因为你念的时候很专心嘛，你就念给他超度他，然后你要调整一下身心。 最近吃吃素啊，运动运动啊，晒晒太阳啊，这样就好了。人可以医自己的病的，当然医生也可以帮你。但是如果你业障不消除，开刀吃药反而跟他打仗，他越不高兴。哦，你很自私，伤害我还不认账，你只想追求你自己好，那不行了。所以我们吃药的时候不是光给自己吃，拿到这个药，我我这个是药包啊，我们这两天。 替各位同学做好不好啊？你们不能，我们明天帮各位每人烧一包，拿这个药供佛，然后这个药点成火，变成烟，布施给所有生病的孤魂野鬼。来回向各位同学，这样够不够？还不够哦。来，同学身上冤亲债主、堕胎胎儿，了解吗？所以各位以后你你做什么工地。 你念大悲咒啊，念地藏经念完，回向自己，还要回向你自己的冤亲债主；回向妈妈，也要回向妈妈的冤亲债主。妈妈腰不好，妈妈心脏有问题，妈妈高血压。一个人为什么会高血压？脾气不好，爱骂人啊、呃！脾气不好，爱骂人，够爱假吧？你准备中风、高血压，所以你要改变你子自己。一个人为什么会肾脏有问题？糖尿病、淋巴腺癌、三高。 欲望太强，假低假霸假杂波，假旧，贪就会有水的病；嗔爱生气会有火的病，了解吗？傲慢，傲慢，骨头拍撩撩。如果你的膝盖不好的人啊、哦，傲慢，傲慢，我个睡啊，我总经理啊，我讨家啊，你阿爸，你连跪都无啊都跪，我跟你讲，脚头好痛到要死。就像各位现在穿个短裤最危险。 膝盖不好、傲慢的人，这个气一进去啊，你晚上没办法睡啊。所以各位，傲慢的人要多跪下来，跪下来以后谦虚一点，膝盖不用再擦药了啊。腰不能腰为腰为什么不好？来，爱抱怨，压力大，腰不好，拉走拉两拉走拉两嘛啊。然后又加上有堕胎，又加上。 怎么样？那你就会腰出问题。为什么会得乳癌？可怕啊！为什么堵来得乳癌呢？过去是买卖母牛、买卖牛奶，伤害的牛。这个夜」这一次爱抱怨，没安没囝，还那呢？没尿尿，没安右边乳癌，没囝左边乳癌。<laughs> 我们都调查过了，所以你就不要抱怨。住在这边快不快乐？你要说快乐。 送花艺，我真希望我也住在这边，好不好啊？带各位早课晚课，各位最乖了，搞不好久了以后还理光头，啊！所以我的徒弟都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各位心情好，身体好，回向给外面的爸爸妈妈，他身体也会好。你不好，他不可能好。 爸爸妈妈往生了，像我现在心情很好，回想我往生的爸爸妈妈，他会不会去极乐世界？随时的？所以我打刚了就又好。我每天要吃饭，哎，各位背下来啊、哦！你拿一碗白饭就好，因为我知道各位桌子上还有鱼啊，还有肉啊，那不能拿来供养，饭可以念一下：供养佛，供养法，供养生。那如果你忘了，就这样念：供养三宝。啊，你懂了吧？ 供养三宝，第二个来供养护法神，行埋拱用啊。第三个供养供养六道众生啊，地狱鬼道啊，那个拱用。第四个供养冤亲债主，附在你身上了，附在同学身上了，然后就拿七颗米这样撒出去，好不好、啊？或是把七颗饭放在马桶啊、呃，放在冲出去的地方，在那次。 供养三宝，供养护法神，供养六道众生，供养冤亲债主，你把米撒出去，好不好啊？万一你肚子痛，那你这个把把这个米要撒出去，放放肚子啊！冤、哦、亲债主，我对你好一点，这样、啊、对不起你，然后把它布施出去，好不好？安就进来，各位不得了了，各位开悟了啊！ 但是这个方法很简单，再念一次：行为主宰命运。所以有五条行为，各位不要做。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骗人，不喝酒吸毒。这个都要爱惜哦。这五条如果你守好，念一下，来世升天，快不快乐？注意听哦，升天，天上有二十八层天。 第一层天的寿命九百万年，你要有十万个老公，就有十万个，都不会吵架。天上的人没有嫉妒心，没有吵架。我们男人到天上去，看到天上的女人，回来就跟他太太说：“你像老猕猴。”天上的女人不用洗澡，天衣无缝。天上没有厕所，天上没有抑郁。 没有医院，没有人会生病。第二层天多少年呢？三千六百万年。玉皇大帝的天，三千六百万年。第四层天五十六万亿七千万年，像一贯道，一贯道拜弥勒祖师，就是、希望到弥勒菩萨那边五十六万七千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你只要加财的会塞，加财光辉两弥勒菩萨，所以还是要有行为的。 各位要不要升天？太快乐了，太快乐了！天上你有多少房子？但是升天有个条件，你讲持戒不失。所以我要各位持五戒，再背一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骗人，不喝酒吸毒。杀生会短命多病车祸，偷盗会贫穷，邪淫会感情生活很乱，儿女感情也不快乐。 骗人呢，那就不用讲了。口才不好，别人不相信你；喝酒吸毒呢，散乱；脑筋不好，控制不了；鬼神附身，这一点要抓住啊。所以你受五戒了，那各位经常布施，好不好？那我今天已经教各位哦，用水布施，用饭布施，用声音布施，念一下阿弥陀佛，多念地藏菩萨。 哦，妈，你背没哄。哈利路亚，随便你念啊，你只要给别人快乐叫阿门。像我是基督教徒来出家的，我很爱。我小时候就在基督教、天主教，我喜欢这两个，有面包很快乐，天天又有小姐打我陪我打乒乓球。但是我认为有宗教心里很平静，但是等我面对痛苦了，哎呀，我终于了解原来。 你的心才是你自己的神呐、啊！你要改变你自己，你心好神就做你的护法，而不是去求神了。我你大刚叫沙等拜典狱长，你妈不怕扎出去了 <laughs>。典狱长是你们的神呐、啊，在里面他最大了。你拜嘛不好，你还拜个给你的表演后很乖很听话，那就是出去了，对不对？这很简单，所以各位也不要迷信，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再念一次。 哎，行为主宰命运，所以生命的原理要背。人的心态所引发的行为，制造他的命运，升天下地狱，被关自由，呼压散，决定在你的心态制造的行为，造成这个果报。心态不好的要戒掉，要戒三毒。三毒是生命最大的毒，那一下：贪心的毒，嗔恚的毒。 鱼吃的土毒，我们叫贪嗔痴。猪八戒、沙悟净、孙悟空，各位记起来好不好？贪心，我要看水的，我要听好的，我要别人爱我，我要吃好的，我要喝好的。要好的不要这样想，特别女孩子啊，不要执着外表。这些来电拢垃圾的，把酒把晒品，看我比赛，龟龟书绑转拢晒。这里面又血又肉，哎、哦、哟，恐怖啊！但是。 我就爱这个肉体，诶、呃，底下晒吧，好包胖水了。该穿水衫，安尼性感，安尼咋不被狂哇？这是很愚痴的，咋不狂？你们同学们还不是利用你的身体？如果你很喜欢乳房很大，我告诉你，来世做乳牛，也靠戏我跟你讲，你很喜欢穿高跟鞋走来走去，狂 来世做羊、做马、做长颈鹿，英万穿高跟鞋，你会痛苦死。你很喜欢腰很细，达刚腰很细，穿的绑的要死。来世做蟒蛇，你该算哦，你的心态引导你的命运，所以各位这一点要了解。我们就是了解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道理。谁在念一次？烦恼造业。 生死痛苦，所以我想各位会进来这边，就是因为你的烦恼、你的贪心、你的执着，你做了一个不好的行为，你的行为造成你的不自由，这很简单的道理，这是真理。但是如果你要解脱生死，不要有贪嗔痴，你有贪嗔痴，身口意都要跟我杀生、偷盗、邪淫、骗人，那你的生命就不断的轮回，伤害到别人下地狱，不愿意布施做恶鬼。 愚痴不相信真理，做动物很可怜啊！贪心变恶鬼道，生气恨人会下地狱。愚痴邪见不相信真理，会做畜生。孝顺父母有机会升天做人。所以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各位把它抓住。所以我再推销一遍，等一下如果有机会，他们就发给各位，把它看完好不好啊？哦，那各位就。 佛学院毕业了，开始进入闭关。那你在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但是各位，如果以后要多听我们台湾佛教有很多台，佛光山台、慈济台，我们是生命电视台，因为我们一直讲放生、爱护生命的故事，还有很多电视台，佛位慈悲台，太多太多了。那我想在在寓所里面，我看以前有很多法师，佛光山。 以前还有一位女性法师，很多法师来这边，那他们也会带一些《地藏经》啊，带来看啊，来，至尊我引导我，爱至尊的后来，释迦牟尼佛、地藏王菩萨，他在哪里？心里，心心中自有佛，佛在你心中，快乐不要从外面找，快乐从你内心里面的爱。 慈悲平静，就可以找到佛。极乐世界也在你心中，好不好？一心念佛，将来你就会去极乐世界。如果你去追求欲望、恨、毒品、酒、漂亮、赌博，那你又开始下地狱了，开始又轮回了。所以，我想谢谢典狱长，各位长官。本来今天不见得办得起来，昨天跟我说失误取消了，好吧，随缘。 各位姐妹看不到你们了，突然点一盏英明，没有问题，戴起口罩来就好。<laughs>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啊！但是希望各位，你有痛苦的时候，来法会功德，回向所有堕胎胎儿，身上冤亲债主，历代祖先，祖先一定要天天回向，好不好？特别七世父母祖先。 要回向，这样我们就有功德。来，跟我合掌，合掌最漂亮啊，手会漂亮哦。哎，来，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父母祖先恩，每天都要想到爸爸妈妈，回向来哈、啊。上报所有众生恩，一只蟑螂、蚂蚁都有生命，都做过我们爸爸妈妈，不要伤害它。 至少不要伤害他。来，上报国家领导、典狱长、所有长官之恩，我们每天都会这样念。上报国家领导，你要感谢。再来，上报三宝加持恩，哦，佛菩萨的加持。来，下济地狱苦，回向给地狱；下济恶鬼苦，哦，回向给孤魂野鬼；下济动物苦。 也要照顾他们，这也是慈悲哦。来回向所有堕胎胎儿、意外死亡的人，所有生病的人，所有烦恼的人，所有喝酒的人，所有暂时不自由的人，同享功德。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乐国再来，各位给我一两分钟，你坐着就好或合掌，我帮你超度好不好？希望你健康，我会念药师佛的咒、阿弥陀佛的咒，还有一些发财的咒，好不好啊？哎，戒毒的咒，我来念一念啊，然后你们就听就好了。呃，来。 那么波揭谛波揭谛菩提萨埵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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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 揭弥尼揭揭拿智多迦利沙波吽四里多四里多净达尼沙波吽四多四里多净达尼沙波吽巴拉巴拉三巴拉三巴拉因达尼修达尼吽吽落落下来说哈跟我念一个咒吽玛尼贝密吽吽玛尼贝密吽如果你背不起来就吽玛尼玛尼贝密吽来温刀来温刀啊这六个字呢代表爱。 六道众生的爱，这六个字代表所有爱跟慈悲合起来，念一下。唵嘛尼呗咪吽，唵嘛尼呗咪吽，唵嘛尼呗咪吽。心情不好，赶快念，好不好？想到男朋友也要念，想不假，现在赶快念，念,念下来，跟我唱来。唵嘛尼呗咪吽，唵嘛尼呗咪吽。 哦，玛尼呗美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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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玛尼呗美哄。五、哦、号听下、啊、无？可能被修正啦。中华兵哥啊，还有一个中还有一个念法比较慢。 你们可以背下来,来，来 <noise>，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唵嘛呢叭咪。哦妈 我们继续念，念到这个，你会想到妈妈最爱我们的人，诸佛菩萨最爱我们，我们心就会很感动，啊、哦，感动了，他就超度了，我们心就变成好美，像莲花。这个咒叫心如莲花，充满智慧，转化一切。哦，玛尼贝妹玛尼贝美。哦，哦，玛尼贝美。p、哦 阿弥陀佛，南无大悲观音菩萨。好，外面见。<laughs> 谢谢叠院长，谢谢大家。 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施食、救苦救难，到处去利益众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护持正好。 一九九六五二三二，一九九六五二三二，户 <noise> 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星光医院侯胜茂医师。台湾在武汉肺炎前期围堵成功，归功所有防疫人员的努力。 与国人的配合，面对更严峻的第二阶段疫情，仍需要社会大众的共同支持。请你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及良好卫生习惯。如有探病需求，可以多利用手机通讯软体开启网络视讯功能，透过影像对亲友传递你的问候。为了你，我们坚守岗位，请你为了我们坚守在家。 如何成佛呢？消除恶障成恶力。我们有两种障碍啊，烦恼障，还有所知障。烦恼障是你自己的，哎呀，我我爱生气啊，我有忙就犟啊，我我慢心、嫉妒心很强啊，这个叫烦恼障。啊，所知障是什么？所知障就是你对外在的世界啊、呃、认识不清楚。佛教再好了，其他都不好了，这也是所知障哦。 啊，各位，万法皆空啊，佛法是一个方便而已啦。啊，就像沉在河里面的人，你不要那个救，你不要滚那个救，你要用救生圈的救，你不要跳楼救，你要用船那个救，拢无要紧啊。佛法是帮助众生的一个方法来，千万不要执着说你的法门最好，别人的法门不好，我的才对，他的不对，各有方便了。 佛菩萨都视现成公羊、鸡、狗的度众生啊！佛菩萨也视现成狗在度众生啊！你脾气就坏哦，领导一家高啊，那拢没发脾气哦，那就是佛菩萨了啊！他在度你啊狼，狼人不如狗，你看吧，啊，狗不发脾气，人脾气可大了啊！那佛菩萨就要示现给你看，了。所以那但是你不要觉得说啊，狗。 不是佛法，所以啊，我这个才是佛法。所以各位呢，哎，要了解万法都是个缘起，所以不要有这个执着法门的执着啊，世间的执着啊等等啊。所以能够消除烦恼障、所知障，你才能够消除烦恼障，才可以自立，消除所知障，才可以利他啊。了解吗？今天你对一个天主教徒，你里面个该做虎告夺，这个叫所知障啊。天主教徒。 他只要能够有四无量心，发挥上帝的爱，能够升天啊！以后我们再来度他，人家都能够到梵天了，搞不好你还堕落了啊！所以呢，你今天要度天主教，那你要用天主教的方法；你要度基督教，用、啊、基督教的方法；你要度念佛的，用念佛的方法啊！所以你没有所知障，只站在对方的立场啊，你才能够利他。 所以呢，消除烦恼障,障可以自利，消除所知障可以利他，所以叫消除恶障成恶利啊。所以各位呢，有时候你要度众生呢、啊，你要有满满的社会经验。你唔做给查埔人谁给囝哦，你们怎样查埔人给甘扣了。所以你要去体悟对方的痛苦，那什么样的来呃安慰他？像我们出家人，哎呀，爱情不好啊，你那个更不好。 已经甘苦啊，我感觉因为他正在爱情里面受苦啊。你要了解，我怎样甘苦，我嘛爱的你足甘苦啊。哦，嘿迄拔了苦海吼，要修起，爱修足久，我终于修起来啊呢、啊。因为你有那个过程，如果你没有那个过程，哎，不要谈这个，哎，不要谈这个啊。所以做一个菩萨，这个世间人的苦，你都要领受啊。 啊，你才会去了解对方需要什么，所以不要以用自己的看法，哎，用自己的知见来决定别人的。所以，那这个是最难的那一部分啊。所以，消除烦恼障，那你就可以正阿罗汉；但是，消除所知障，得佛一切智，你才可以叫骗知佛果位，骗知了解所有众心的众生的苦和快乐。 啊，下面代志，和你做头家，和你做新逻啊，和你做总统，和你做消防局局长，和你做牛王，你都还要走。因为你骗执一切啊。但是如果你你只有所知哦，我是个博士，我懂了这个法门，我不想学你的，我不想了解回教，我不想了解一贯道，那那你就有障碍了。那所以这一点呢，各位啊，圆融啊，所以要能够自利利他，才能够快速成佛。 就这个意思。